有人吗？Hello，哇哦，卡不卡？哎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这个领子要调整一下，这太低了。看到这个领子了吗？它原本是一个这样的领子，然后感觉有点太闷了，我就拿了一把剪刀。然后竖着剪了大概20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它就变成这样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这样。但其实如果不离这么近的话，其实没。先把美颜再少一点，调整一下机位。谢谢，今天过生日，好开心。我觉得我脸挺瘦的，不用 V 脸了，所以我把那个 V 脸给取消了。窄脸也不用，额头、短脸，哇！腾讯视频直播好高级啊，还有大眼睛，我看我大眼睛能大成什么样？还是回来吧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外面是不是有人能看到直播呀？哎，我听见现在现场外面有躁动的声音。哎，有多少人在现场能看到我直播喊出来？听一下没有？喊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今天这个直播，现场的你们就不用看了，省了点手机的电吧。这个主要是给线上的人看的，就是给但那个来不了现场的。对。现在网不卡，对不对？我测试了好久啊，因为可能是因为现场来了的人太多的缘故，就是可能一束5G 信号被分散成了1000束之后，它的网就不好了，所以就看不太清，怕卡。没关系，去不了现场的还有，我还有明年的生日。如果这么算的话，如果我活到100岁，我还能再过70多个生日，72个，大家总有机会的，争取活到100岁。对，现在6月吧，还有，大家应该还有1个月才能放暑假，暑假争取给大家演出看，争取给大家巡演看。哎呀，我这个领子这样看真的有点低呀。这样会好一点，好了吧？看，我后面有花，还有，看到那个白色的吗？白色的，大家猜一猜是谁送的？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，就往大了猜。看一下，这个白色的小的这个，大家猜一猜是谁送的？往大了猜哦，往大了猜。哦，有人答对了，对，龙总，谢谢丹妮姐，谢谢龙总。对，然后，我今天还去看了那个花墙。我发现花墙里面的那个鼓，竟然里面是一个真的鼓包在了树干里面，我觉得好有创意。这点子是谁想出来的？龙总没送我点别的，大家希望我能收到龙总什么礼物？北京一套房吗？对，谢谢后援会。今天，演出没有直播，但是还是争取到了在这里跟，在直播之前能跟大家在这个互联网见一面。
在我们的腾讯视频 Doki， 我又登上了我好久没有登录的那个 Doki 账号。今天的那个，今天的衣服好看吗？看我裤子也是带这个碎碎。刚才拍照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能抓点动态，都是这样拍的。大家猜猜这套衣服是谁给我的？能不能猜到？就是，我的那个设计师好朋友，大家知道吧？对，今天的衣服都是我的那个设计师好朋友。对 ，AC 那个答对了。对，陈安琪，我今天两套衣服都是他给我的。在线感谢陈安琪，帮我去，谢谢他。我对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大家不是说想看我穿衬衫吗？所以我就弄了一个衬。我听到了，在喊生日快乐，大家能听到吗？现在有一群不明的群众在喊生日快乐给我。卡住了吗？现在的网还行，是三格信号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，认真的，保护点嗓子。哎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我卡住了，卡的弹幕都不动了。哎，我是不是又好了？不卡了吧？如果等一下又卡了，大家别着急，就当一张照片看就好了。就是直播穿插着照片，又卡了。补个妆，哎，好了，我刚想说趁卡了补个妆，补一补，补一补我的眉毛。美妆博主在线补妆，本来今天想，哦，又卡了，又卡了。我刚刚说那个卡了就当照片看，大家听到了吗？说什么呢？外面，不要乱说。外面打起来了。嗯，好了，回来了。对，我还有一小会就要跟大家先
我要去后台准备了，所以就，对，大家理解一下，先放我去准备一下，等一下演出的东西。如果直播没看够的话，我可以再来一个那种一天，找一天我们再来一个那叫什么直播来着？查岗式直播，可以吗？然后今天的话，现在7:10，我在直播一首歌的时间，我就先去准备我那几首歌了。能不能再给我，怎么唱来着？能不能再给我一首歌？不对，我忘了怎么唱了。一首歌的时间，把歌词喝到最后再说再见。得得的回忆里，不用害怕失眠。人间百灵鸟，别骂我了。我今天是人间大乌鸦，大家做好准备啊！真的，我已经做好被各种，叫什么？那个词，冲浪那个怎么说？那个词叫群嘲。对，我已经做好被群嘲的准备了。今天我是人间大乌鸦。我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的音乐总监崔迪姐，然后我跟她说，我说完蛋了，姐，我要崩溃了，架子鼓打唱太难了，唱的都是反拍，打的都是正拍，这咋唱啊？咋打呀？我保哪个呀？完了，在崔迪姐的鼓励下，我今天还是来到了现场，不然我都准备跑路了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做好买连夜买火车票不来了的准备了，我真的，因为架子鼓打唱这事儿。是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，我说挑战嘛，就来呗，就那能咋，都是自己家人，还能咋的？后来我想，关键是现场的人是自己家人，你发出去了，那就发到全网了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想留下太多黑点，然后就苦练了一整晚。对，我今天又是天亮才睡，天亮听着百灵鸟的叫声睡的。而且今天除了唱歌以外，我还有那个，哼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，那个，你知道那个我们队儿的那个人，对，我还会 rap，对，猜对了。上次我们去那个长沙出差的时候，赵柯一直在那个休息室，我一直说赵柯特不耐烦，就是最开始他说："哎呀，你确定你要唱吗？"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就把我苦练了好几天的那个他的 rap，然后给他唱了一遍。然后他说他那个感觉应该是确实是练了，然后。对，他又教了我几句，所以，我今天会有 rap。想要成为，不想，太难了。好了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要去准备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吧？那我的这个谱子什么的写不完了怎么办？这样，我们到20吧，好不好？我没走成，我又回来了，不让我走，我再唠5分钟呢。说点啥呢？我直播，我写谱子就完了呗，这多有正事儿啊！对吧？我忙我的，你们看你的。
今天我有一首歌是纯即兴的，就是我谱子上只写了几小节几小节几小节，就是大概这种，哎，就是这种，全是几小节几小节，所以我真的好怕会打断掉，就是那种车祸现场。今天的那个每一趴的演出对我来说都是基本上是挑战，我就相当于拿了一场自己家人的演出练胆儿，所以咋说呢，多包涵多担待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呢，那个上台之前一定要做，就是我要把我的看到这一排，对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弟弟，心灵手巧的康康帮我拿的那个贴的那个大力胶，我要把袖子挽起来，所以但是打着的时候鼓棒会把大力胶甩，鼓棒会把袖子甩掉，所以我会是这样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把这里面贴上一圈那个大力胶，对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掉了，大概就这样，对，这样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贴了。它是拿那个胶带，然后卷成了一圈，然后你看啊，就这样塞进去，全是生活小妙招。
这样就甩不掉了。然后等一下再把这个中间，这里面再粘上一点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看，有吧？是不是很自然？